任何自己嘅努力咧，我覺得佢嘅形象同埋佢努力咧，好配合我哋今次嘅大會嘅。各位，我哋有請鄭麗珊小姐。其實一路我都好想同你傾下偈啦，呢層。Hello， 你好。我哋俾掌聲呢層好嘛？咁啊，因為我收到你嘅簡介咧。哇！啲獎項又多到咧，就爭啲多劉德華咁滯，劉德華都攞咗獎，我覺得你啲獎都好多。我想問下你就係、是、今次咧，你將會成為我哋嘅形象大使啦。其實你覺得一個時尚嘅國際 model 應該係用一個咩形象？好開心今次可以成為大會嘅時尚形象大使啦。咁我覺得好得意，其實同我哋我玩健美運動啦。就有很多嘢都好相似，我哋玩健美運動係講求體態美，要喺球上展示自己好艱苦訓練出嚟嘅成果，一分鐘嘅啫。但係平時背後鍛鍊啊、飲食啊、營養上面去控制，去訓練嘅時候咧，其實都係好刻苦咯。咁自己經歷過嗰個過程咧，其實辛苦係自己先至最知道嗰種感覺。但係當攞到獎項嘅時候，其實成功嗰種滿足感亦都係好有意義，同埋你喺舞台上面可以代表香港，可以落拳擊企就講過嗰種成功嘅感覺，真係一世都難忘。咁我覺得其實毛特兒都係應該要具備嘅，有一份充分嘅自信心啦，同埋一個良好嘅體格，同埋亦都有對舞台嘅感覺啊、音樂嘅節奏啊、行路上面都要有一種訓練先至可以發揮得淋漓盡致啦。最重要嘅都係刻苦同埋要堅持啦。嗱，我哋其實頭先我哋節目未開始前，我相信你都見過我哋一間會出場嘅其中幾位參賽朋友啦。你有冇啲咩説話可以俾啲提示佢哋啊？咁我知道佢哋今次係第一次同大家亮相啦，咁其實要放鬆心情啦，同埋會準備會迎接有好多唔同嘅挑戰。咁喺芸芸之中要選出代表香港嘅精英去參加海外嘅賽事，其實都係一個好有意義同埋一個好值得紀念、好犀利嘅一個挑戰咯。咁希望佢哋可以繼續努力，同埋去做好自己角色，咁而代表香港可以為港爭光。你唔單止言學，你講嘢都非常之流利。我哋再次俾掌聲，鄭麗珊好嘛？今日間再同你傾偈好嘛？唔該曬你。好啦，今次大家見到咧，我哋呢個 poster 咁靚嘅設計咧，係用呢個粉紅色作為主題啦。所以今日大家等咗咯，係咪咧嚇？我哋下一 part 咧就叫做粉紅貝佳人，我俾掌聲。今日會同我哋見面嘅靚女。Thank you.